对吧？不是姓，姓什么？陈。陈哈，是文澜村哈。文澜村。哦，那我翻成叫德木南哈，他德木南。那个早餐店。你讲那个德木和就不大对，木南。他说：“哎，有个达木南哦。”对，我比较喜欢翻成德木南，对，就是我们木南。德木南比较好笑，好、哦，那个谐音嘛，趣味嘛，哈、哦，注意啊、哦，也可以了。好，那个德木也只是传繁衍下一代。德木是那个繁衍下一代的过程啊。没有，德木是那个，没有，你刚刚讲那个音不大对。德木花，对啊，没德木花。就是、德木是啪啪啪嘛，对，啪啪啪啊。德木是就这个意思，然后那个是木兰制造生命的过程啊。有时候那个诸葛亮他们讲谐音开玩笑嘛，当木兰就写德木兰这样比较好玩嘛，小朋友比较好记啊。啊，随便啦、啊。好，那个德鲁古话啊、哦，我问，哎，我直接问趣味的健康教育哈。嗯，你们都六十几年次了嘛哈，现在小朋友都没在学哦。国中哈，现在不是有教健康教育？嗯，我问国中了哈，男生的器官叫五大神哈，有没有别的讲法？有没有大神？有没有独打的打哑的讲法？嗯哼，因为泰雅族有好几个讲法，他有个叫五大是那一根，他有八种。就是那两例，我是说五大师还有别的讲法吗？没有，台湾族有三种，没有了。如果一种就五大师，对啊。哦，那个蛋叫什么？八龙。鸡的跟男生的都像八龙。八龙肉肚，八龙生脑。没有，那个就是个，那叫猫鸡的，那个是个那个。陆展讲，好，这样就八龙哈，好，那个阴毛怎么讲？哦，国中会发育长阴毛，五班乌达斯这样，就是那边的部位的话，是这样讲吗？现在我没有一毛还是阴毛？也还是五班啊。好，那个我们讲那个男生那个头叫乌龟的头哈，如果有没有他本来的讲法，龟头啊？那个部位啊，就像都两摸痕这样，那个部位怎么？没有了，我们那个都不讲。那个皮呢？也没有。有吧？那皮怎么讲？猪的皮。什么？皮。猪那个皮怎么讲？猪皮。皮，对对对。猪皮嘛。对。The hair。哦，就 the hair udas 也可以嘛哈、哦，就比喻。啊，对对对，然后。哦。那个是听起来不是啊，你很难听。不是，你如果去医院的话，德鲁古的医生要这样讲的，还不断是有时候太长要割掉嘛啊。啊，对对对。啊，那个男生正常的功能哈、哦，勃起怎么讲？气球。他们讲嘟堆吗？还是嘟堆？嘟堆是起床哈、哦。嘟堆是起床。对，他们也是用这个比喻。那标准的讲法怎么讲？德鲁古的那个正常男生升国旗怎么讲？这等我想一下哦。我已经喝了一点酒了。哦，你不是一点吗？你是喝很多哦。Usher。那个要传宗接代哈、哦，那个白色男生那个白色的液体叫什么？精子叫什么？女生的叫达拉比比嘛，那男生的怎么讲？你到底有没有酒醒？你真的是，就我想一下那个。达拉乌达。啊，你会讲？怎么达拉乌达？不要乱讲，不是男生那个怎么讲白色的？就国中课本是写精子。精子啊，那精子德鲁古话怎么讲？标准怎么讲？标准的话，我们要讲那个，等等。好，你等下想到再讲。好，那男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在讲了。好，那先跳过哈。
那那个那个，那如果男生所谓的自慰哈，那个东那个怎么讲？德鲁话标准怎么讲？那个我不，那个我不会讲。现在有卖什么飞机杯啦？那台语叫帕丘球嘛？对。那德鲁话怎么讲？德鲁怎么肯不肯打？全世界的人都会打，德鲁话怎么讲？他们说神秘巴古达斯，那个是说玩是不是？很不好意思，那个下次忘记就下次要教我哈。不是，我们像我们啊，我们不会去做这种事情，所以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，这个不是在教会，我们现在在外面聊生活的，不要那么严肃。可是我们那个老人没有在教，怎么没有？老人家也会啊，老婆帮老公啊，阿姨帮阿姨啊，也会啊，不然怎么生孩子？我们路人没有跟我讲。好，那个先跳过，不会就不会。好，那如果说那个阿姨帮阿姨吹喇叭，那个怎么讲？我们家族啊是没有这种。不是家族，我在问德古的文学，跟你家族没有关系。你讲这文学，这个我也不会，因为他们没有教。好笑，跳过哈，会就讲，不会就跳过哈。啊，那个，很色怎么讲？有些很猪哥嘛，那德鲁古讲，哎、欸，你怎么那么色？很色怎么讲？敏姑人，敏姑人哈。那、啊、那个摸怎么讲？有时候男生会去摸。秘影啊，秘影。哦，那有时候去抱呢？哦，抱，还是抱女生呢？名古眼怎么一样？摸跟抱怎么会一样？一样。哦。因为他那个就是说，他想偷。哦。很痒怎么讲？很痒。门格拉。格拉啊。门格拉。啊，如果说 BB 很痒叫门格拉 BB 啊，或门格拉乌代斯。有些那个喝酒了嘛，会比较顽皮一点。你这个讲那个就那个，我已经50，很严重哦。50岁，诸葛亮都怎么做节目的？你看德鲁古话会死掉，就是这样啊。没有，你这讲的这话已经很严重了。或门格拉还有什么门格拉，嘟囔嘛，头痒嘛，要洗澡嘛，对不对？门格拉都是痒，也可以说门格拉，喝了不？门格拉，香蕉很痒也可以嘛。心很痒。不是，那个，Melbourne 不是香蕉吗 ？Melbourne 是什么？香蕉怎么讲？香蕉不是叫 Melbourne 吗？啊 ，Melbourn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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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对，他也会啊，小孩子都会了哦。Melbourne 就是香蕉很痒嘛，啊，你，你喝完应该是比较幽默的嘛，也可以这么理解。门格拉巴隆就是蛋很痒，像女生有时候要调胸罩，门格拉乌纳就是那边抓一抓调胸罩，闷湿会痒嘛，这样没错啊。嗯，也不能这样讲。抓怎么讲？抓抓，有时候要抓鸡抓牛那个抓。抓猴子，麻烦，好麻烦。你今天是喝一箱吗？你怎么那个那么迟钝？啊，就我今天喝了。你是喝一箱吧？喝多了。喝什么？啤酒、米酒、宝利达、高粱、XO。没有，今天工作了，我喝米酒又喝那个啤酒，所以说有点迟钝了。如果你叫你清醒，我清醒的话，可以了。哦，那这边几个德鲁古？还有一个，工头。那活泼吗？还是严肃？我要找活泼的。他比我还活泼。哦。再给我剪一下。等一下。吴大师 BB， 对，好听。就他姓吴的大师，他妈妈叫他的老婆叫 BB 呢。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，BB 是洞口。好，